12月18日，某时尚盛典现场 ，Baby 换上黑色鱼尾裙登场，气质优雅动人，与井柏然微微一笑，很倾城 CP 在同框。Baby 的母胸长裙在甜美中带着几分小性感，即便是在生图状态下，皮肤状态也是特别好。井柏然则是选择了黑色高领打底，搭配蓝色的西装外套，时尚感十足。在 Baby 讲话时，井柏然则在旁边微笑等待，绅士风度满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